现身新车发布会，咁提到驾驶问题，佢就表明饮酒之后系绝对唔会揸车嘅，咁自己亦都好少饮酒咁话。而娜姐去年喺电影中嘅表现咧备受赞赏，佢亦坦言非常希望可以入围今届金像奖噃。我想而家唯一嘅目标啊，同埋紧张嘅嘢，我想系当然希望可以入到围啦，即系关于即系金像奖嘅话，咁而家就，但系尽量都叫自己唔好太紧张，即系唔好谂咁多嘢。娜姐今年亦都会将主力放喺影坛发展，咁当然亦都想挑战更多类型嘅角色啦。我觉得如果可以有更加多唔同嘅角色啊，同唔同嘅导演团队去合作，咁我当然系想咯。咁但系冇话有冇得拣嘅，即系如果去到嚟到自己度嘅话，如果啱嘅话，自己又做到，咁我当然希望可以遇到更加多大家觉得我可以做得到有发挥嘅角色，就揾我做啦。咁我当然咁样，即系都希望今年可以有更加多咁样嘅剧本。天下间嘅。